Chum International Hotel 是超級五星級的酒店，有人說新起的，我都不知道新起還是舊起，總之就是用積分滿的我們。好了，等大家看看，哇，超正，有個好位置可以給我條仔仔洗奶樽，是的，有，哇，五星級真的五星級，有六支水，麻煩了，我們那個酒店剛才那間是只有兩支水，一般都是兩支水，它有其他這些東西，即是喝咖啡啊那些，還有一個哇主食爐啊，不過我們不煮食的，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微波爐啊，是獨穿了洞的話獨立的微波爐、啊、可以蒸仔仔的奶樽，還有呜呼就是剛剛 Thanksgiving 完了沒得做了，就是焗東西吃，還有一個很大的雪櫃啊，超正啊，我就可以放凍的飲，買些可樂回來飲，跟住還有一個 dining room， 哇你看看多正，哇好舒服啊，喂我們可以在這裡攤在這裡看電視，這個我來做什麼的，空溜溜的放東西喝，可以吃可以，哇還可以看到很多間的 casino， 很多間很多間，不錯不錯，還有很多一些櫃子，你看不過佢俾我哋咁多，我都唔知有咩用，可以陣間掛衫嘅。跟住帶大家睇下，阿姐姐，我哋嚟咗間好靚嘅酒店，哇！望下，好靚嘅，哒哒哒哒，浴室，佢連嗰啲咧無路都靚過人咯，唔該曬。係啊，我仲要寫住 Chum Chum Hotel， 見唔見到 Chum Chum？ 係啦，好啦，再睇下先。哇，好大个床啊！今次唔系两张床啊，系一张床。咦，哇，你睇下张凳，透明度好高噶，打烂咗我惊我盘起啊！哇，呢度仲有一个电视，有乜可能啊？吓、啊，有咁大嘅电视，仲有好靓嘅景啊！我谂夜晚影系好靓啊，嗰度可以睇到日落添，见唔见到？系啦，睇到日落，死啦！我个老公系咁 shaking shaking， 都唔知影影到啲乜嘢。佢呢度同样都会有三柜，哇，好靓咯，唔该晒。嗯，都喺度意调，哇，啱先瞓咗，睇下，哇，我冇谂过佢已经有一个浴室噶啦，佢仲有一个浴室咁啱啊，唔使争厕所用噶啦。你睇下，冲凉。如果你三個人以上，嗱、啊、兩個人以上，呢度有一個馬桶，唔係我叫廁所。呢度哇，仲可以 massage 叫咩？嗰啲叫咩？沖涼，突然間唔記得咗 term 添，唔止呢度啊！你睇下呢度，哇，好正啊！不過點解冇燈嘅？自動式啊？係啦，即係 high class 呢度係 high class 啲嘅。哇！我哋而家先開燈白痴。睇下几靓，今日咧我哋连续住四日嘅酒店，连续住四日酒店真系好正。睇下阵间可唔可以浸个靓浴先？我对呢个浴室会比较安全啲，趁仔仔未冲凉之前，一定要用咗个浴室，因为咧我要冲凉，要 relax 下，跟住先翻去我哋嘅屋企。靚唔靚先？大家俾個 comment 喺下面話俾我哋聽，你對於沖沖嘅 hotel O 唔 OK？ 咁但係當然啦，我覺得呢度咧就冇我哋之前喺澳門住，即係又係用我老公嘅積分住咧一個總統套房咧更加靚啦，嗰個係完全 amazing 嘅，仲比呢度更加大，同埋佢嘅設施真係好大咯。
But anyway， 因為佢哋咧澳門嗰個咧係直頭有電視睇嘅，就一路浸浴一路睇電視，呢度就冇啦。不過我覺得對我嚟講喺美國嚟講咧已經係好好噶啦，同埋佢啲燈光咧係好光嘅，係除咗黃色燈咧配埋白色燈咧就會更加光咯。同埋佢呢個景咧冇得彈，如果佢有埋露台咧，我諗仲更加好添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休息一下先啦。冇讲喎 ，B B 喺度晒太阳啊，望住我哋住喺呢度楼上，又睇住爸爸游水。呢度就系我哋嘅咩泳池，会噶游咯，你选择咗就冇办法噶啦 ，Go， 系啊，你游游下暖噶啦，你越唔落去仲冻啊，你喺个上面。今集介绍特朗普酒店的开箱短片到这里了，我都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短片，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对酒店的看法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短片的话，记得 like 分享和 share 给你朋友，还有记得订阅我频道，按旁边钟仔，就不会错过每一个发布的新短片。好了，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